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回信，勉励大家努力锻造世界一流反恐特战劲旅，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。广大官兵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，深切体悟习主席对部队建设的高度重视，对基层官兵的深情厚爱，表示一定忠诚履职尽责，埋头苦干实干，为强军打赢做出更大贡献。